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四集，来看第三章，第三章一节。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：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的，将要衰残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你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：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的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。 没有气绝我的名，看啊！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们的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之时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。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也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，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，都应当听。写启示录的老约翰，耶稣的学生。 跟过耶稣三年半，最后被抓在拔摩岛，用苦难、亲生的苦难来谈苦难神学，来谈末世。可是他第一章就把焦点放在宝座，而不是我们极想知道的未来的事。从那宝座写信给七七个教会，这七个教会绝对不是七个时期，而是存在在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。 是要从宝座的眼光看约翰如何有立体感来读七个教会的书信。七个教会的书信，约翰用的通通是用七个 C。第一个是 commission 委任，第二个是身份 character，第三个是 commendation 称赞，先称赞完再来责备，责备完再开始进入 correction 纠正他。第六个的呼召。 呼召他要如何悔改？第七个才挑战他，挑战他呢？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听以后呢，能得胜就给你种种奖赏。七个教会完以后呢，约翰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立体的。第一章，三一神在宝座上，借了七个教会的七个 C 描绘完以后，就第三章。 借了老底家告诉他：“你如果得胜，就可以坐在父的宝座上。”预备他准备把读者放到第四章的眼光，也预备七个教会的眼光看到宝座。也就是说，《启示录》确实是立体的，你要从立体眼光来读《启示录》，是从立体眼光才知道呢。这个耶稣呢是七，是知道七个教会所有灵性光景。 所以借着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包括二章二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人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耶稣是无所不知的。二章九节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诽谤的话。第二章十三节呢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。二章十九节。 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劳碌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所行的还多。三章一节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”三章的第呃七节说：“呃第八节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表示非拉铁非呢是小教会。” 我知道你能遵守我的道，没有气节我的名。最后三章的第十五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记得我知道呢，是从高度来看七个教会，七个教会呢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无所不知道，上帝知道你人性的光景，因此希望你的眼光有一个高度，有那个属灵的高度呢，才有办法得胜。 今天的题目就是眼光得胜与奖赏，你要立体的眼光，才有办法看这七个教会成为一个得胜者。因此，从这七个教会呢，你那个眼光帮助你了解呢十个重点。这十个重点的重点就是留心，你要一个眼光，有那个眼光才有办法呢接受他所说的挑战跟呼召，说成为得胜得奖赏。 这个两个教呃两章的七个教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信息呢？十点第一，教会的光景不在它的大小，而在它的神学眼光。教会的光景不在乎你大，而是你有没有高度。第一个教会以辅所，你很大，你很有钱，你呢还是七个教会的龙头老大，耶稣却责备你。 他其实以弗所还包括保罗去过，包括亚波罗去过，包括提摩太去过，连约翰都去过，有精彩的系统神学的分辨能力。可是被责备，因为失去起初的爱心。从眼光就看出你呢，把耶稣的吩咐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把这个最基本都拿掉了。老底家是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，最有钱，最有财富。 却是责备最多。头、跟、尾七个教会最大却被责备，其中四美拿教会是最贫穷。第二章第九节有患难有贫穷，却没有任何的责备，只有称赞。你突然懂得，原来约翰的意思不在乎你的大小哦，而是你有一个属灵眼光喽。 你有如果有属灵眼光，就发觉呢，大恐怕很多大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最大的教会可能最被责备。你如果在偏僻地方中心服侍，说不定呢是最在天上最被称赞。所以不要因为大骄傲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教会大，又是说去死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但不要因为大就失去眼光，也不要看不起小教会的牧师。 认为他在偏僻地方中心服侍，就像耶利米，一辈子没有人看得起，流劣的先知。没有想到耶利米影响到新约，甚至影响到后面的但衣里进入马代波斯到巴比伦，让巴比伦马代波斯的帝国看到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。你需要眼光。教会的光景不在它的大小，在它神学眼光。第二，拜金时代。 启示录教导着灵性跟财富成反比，灵性跟财富成反比。老底加教会有炼金术，纺织工业有医学中心，什么都有。可是灵性却最堕落，财富跟灵性成反比。好不过三代，欧美教会很有钱，日本过去很有钱，灵性很惨。 对，不要因为有钱反而开心，反而留心你有钱的时候，把那个钱用到奉献于高于奉献的地方。灵性跟反财富是成反比的。教会留心不要让钱成为你的累赘，或以为我拥有钱。教会只管理钱，没有拥有权。教会的财富是上帝的，你只能管理，不能拥有。儿女也一样，不要说拥有儿女是我的。 No，儿是上帝的，我们不过是管家。所以不要让财富成为你的夸口，你要留心呢。灵，如果你穷，你忠心到底，就像四美郎很穷，反而被称赞。所以偏僻的地方成为传道人，这种人是值得被称赞的。启拜金时代，启示录教导的灵性跟财富成反比。 你要嫁呢，就不一定要嫁很有钱的人，你恐怕要叫一个贫穷可是忠心被上帝用的人，这种人才是最后被称赞的。第三，从四美拿跟老底家的对比看出，温水比烫水更危险，温水比烫水更危险。老底家很有钱，温水不冷不热。 却是最被责备。你知道科学家做过实验哦，如果把青蛙放到烫水去，青蛙会跳出来。所以 C.S. 路易斯讲的对，苦难是扩音器，唤醒沉睡的灵魂。烫水你会起来，在逼迫的地方，你的灵性会好。即使到回教国家。 如果移民到欧美自由化的国家那边在堕落，我会劝在逼迫的国家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移民会不会到那地方更容易堕落？因为那是温水，温水灵性会堕落，像欧美呢信仰越来越沉沦，特别欧洲，欧洲越来越沉沦，开始更多的异教徒在里面，温水越来越堕落。所以从老底家跟士美兰的对比看出呢，如果你有苦难，你要感谢上帝。 你如果什么都有的时候，就留心你堕落呢，很快就要被责备。怎么样被煮死的青蛙，在温水里面的青蛙，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。所以第三，从四面来、啊、跟老底家看出，求主帮助你不要抱怨，说我有烫水，反而在温水当中要警醒，不要像沙底教会一样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是衰微的，是死的。第四。 从宝座眼光看，当今神儿女的试探乃是太当下。从宝座眼光来看，当今神儿女的试探是太当下、太属实。老底家教会太关心他自己的财富，沙迪太依靠他的地理屏障，别家摩也会因为太当下，就让巴兰跟巴勒卡在一起。 开始沉沦，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。差敌教会呢？太被异端进来，太华人有一些教会让新纪元进来的，搞得非常超级灵恩的，这些包括有撒旦深奥之理的，不合上帝心意的，你留心不要让他进入你的教会。华人教会传道人也一样，你留心呢？ 神学家传道人就好像在教会的厨房外面呢，让进到教会的每一个食物先吃了，会不会中毒？如果不会有毒的，你才送到教会，不要让教会被测试。你要留心，不要让你的教会太当下，不要让你的异端进到你的教会。你不要把安全感放在今生，不要把那焦点放在日光之下，就等于在谈传道书。从传道书看到呢，如果你太当下， 被世界所抓住，被世界所抓住。我曾经到过东马马来西亚，讲到空的时间，说人家，呃，人家问我说：“吴牧师，你要不要来看我们东马的猴子？”我说：“东马的猴子怎么会来？”啊，不，猴子呢，不是我们抓的，是自己来。哦，我有兴趣，你们如何抓猴子喽？我就去了。原来猎人做一个笼子，挖个洞。 放个核桃，就躲起来了。猴子看到笼子里面的他爱的核桃，就靠近那个笼子，就手抓去核桃了。猎人就进去了，就出现了。那那个洞口流星是空手进得去的，抓了东西是出不来的。猜，当猎人靠近的时候，你该如果你是那种猴子，该如何才能脱困？松手，对不对？ 正好颠倒，那个猴子是猎人，越靠近越不放，咔嚓就抓起来。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太当下了。沙迪教会太当下了，老底加教会太当下了，推啊推拉的教会太当下了。神的儿女不要效法这世界，你要高一点的眼光，要看日光之上，不要把安全感放在今生。 这是第四、第五。从撒旦一会冲刺本书来看，世界握在二者手中。七个教会有四个教会提到撒旦。二章九节撒旦一会，二章十三节有撒旦所住的地方，二章二十四节撒旦深奥之理。 三章九节，撒旦一会，撒旦在七个教会当中有四次，你就突然会体会，原来这世界握在恶者手中，就如约翰一书所说的，世界握在恶者手中。你不要以为你移民到哪一个地方就不会有撒旦，苦难的地方说不定是让你活下来的好地方。从从撒旦一会冲刺本书，留心。 移民到哪里去，通通有撒旦。移民到月亮、到星球上那边，仍然是恶者手中可以掌控。这是第五，撒旦一会充实本书《启示录》里面十二、十二、十三章的六六六，就发觉世界如果没有上帝的人，都给撒旦绑住。第六，教会得胜的秘诀来自他的属灵高度跟对焦率、凝聚力、focus。 你要得胜，就留心第一章，上帝在宝座上。老底下教会，你要得胜呢，就留心呢。耶稣在叩门，一叩门，你就要把眼光抬高，往上看。看第四章，上帝在宝座上；第五章，羔羊在宝座上。你要得胜，就要把 focus，你的对焦，你的凝聚力放在宝座上，要有一个属灵高度。 要从第一章、第四、第五章是立体的眼光来看，第二章、第三章七个教会，你要得胜没有秘诀，就是长高一点，要有一个眼光，而不是那么当下。老底嘉教会就留心呢，不要夸口他当下，又是说我最好，我劝你最好买火炼的金子，而不是指你普通的当下的财富。你最好买白衣，才不会有自身的羞耻露出来。 你最好买眼药水，我的眼药水，而不是你医学中心的眼药水，那个呢会让你痛更当下。你一定要看到我在叩门，开门吧，看上面吧，不要沉沦在当下了。这第六，得胜的秘诀是有属灵的高度。第七，得胜有属灵眼光的教会，是个敬拜的教会。 得胜有眼光的教会是敬拜的教会。当我们特别华人教会那么关心七个教会的时候，却忘了呢，读启示录是立体的。第一章，第一章，三一神在宝座上；第四章，上帝在宝座上，也是下次要讲的。第五章，羔羊在宝座上，而且是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围绕宝座。因此呢，整个启示录，我们好奇以为他他谈末世论，第一章却是他谈敬拜。 第四章、五章在谈敬拜，因此帮助你呢。你这进了神的家，该以敬拜开始。教会要留心，让宝座的眼光提升你，成为敬拜的教会。各个聚会都应当有敬拜，不要只是忙，不要把讲道，却不要后面不不加进敬拜。讲道加上敬拜，整个教会更多的被神的灵所充满，被神的道所感动。 所以，德胜有属灵眼光的教会，一定要成为敬拜的教会。第八，历史证明上帝掌管历史，羔羊面前人人公平。历史证明上帝掌管历史。开始第五章之后，第六章是末世论。末世论呢，其实是上帝在掌管人类的历史。上帝在掌管。History is His story. 他掌权，他必要再来。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。而且羔羊面前人人平等。第一章十二到十六节的那个耶稣，非常圣洁，非常审判。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他的口中一把凉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无非在说明他最后行审判。启示录的耶稣。 跟约翰福音的耶稣不一样，约翰的耶稣呢是慈爱，这边是要行审判，每一个人都要行审判，所以他来的时候呢，难怪刺他的人呢，见他的人都要哀哭。二十章，白色大宝座面前，羔羊行审判，每一个人都要哀哭，逼迫的人的逼迫人的人，他自己要哀哭，杀了基督徒头的人，最后他要哀哭，高阳面前。 人人平等，这是第八、第九。信心乃相信看不到的，赏识却要漠视才显现。信心是相信看不到的，看不到的赏识呢是漠视才显现。七个教会最后的挑战都给他应许，不管以弗所的教会给他乐园中的生命树，这个在二十二章有。 四美，拉教会得胜的话，就没有第二次的死的害。二十章有，别加摩教会会有新名。这个呢，在二十二章有，沙迪教会的得胜者会有权柄，会得诚心二十二章有，菲拉，呃，沙迪教会有白衣，这个白衣生命册留名，在十九章、二十章会有。 第六个呢，非拉铁菲的教会呢，会有新城的柱子，会有名新名，这二十一章有，包括老底嘉教会呢，可以做宝座，二十一、二十二、十二章，通通宝座上有。简单来说呢，七个教会的挑战是预告呢，二十一、二十二章那边你看得到，将来吃得到，你需要信心，信心来相信看不到的。 赏识却要漠视才显现。你要有信心的眼光来看将来。所以这七个教会帮助我们的十个信息：第一，教会的光景不在乎它的大小，而在他神学眼光。第二，拜金时代，启示录教导着灵性跟财富成反比。第三，四美拿跟老底家教会对比看出，温水比烫水更危险。第四，从宝座眼光看当今。 神儿女的试探是太当下了。第五，从撒旦议会充刺本书来看，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中。第六，教会得胜的秘诀来自他属灵的高度跟凝聚力。第七，得胜有属灵眼光的教会是个敬拜的教会。第八，历史证明上帝掌管历史，羔羊面前人人公平。第九，信心乃相信看不到的。 赏赐却要末世才显现。最后第十，神儿你末世所得赏赐，取决于现在是否信靠。现在是不是听上帝的话悔改？现在是不是把你起初的爱把它找回来？现在是不是愿意能够忠心到底？现在愿不愿意跟上帝同坐宝座？现在愿不愿意把你持所你所坚信的道？你愿意成为现在？ 取决于决定未来的人吗？你需要眼光，低头祷告，天赋帮助我们懂得有天上的眼光来决定现在，帮助我们的信仰不要配太当下，帮助我们长高一点，知道你高高在宝座上，帮助我们知道你所应许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所有赏赐，现在看得到，将来吃得到。因此，信靠仰望与主同行，这样敬拜感恩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。 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